干嘛要去夜的好天天吃叫好了那拍你没有吃饭走哦婷婷怎么不在吃很乖啊这个都没在吃那吃吧哦吃不下那吃一半怎么这样子你们吃地瓜，阿公特地煮地瓜饭给你们吃。他有鱼吧？鱼你们是最喜欢的呀、啊，这个卤鸡啊，这好吃的。我要肉。肉。哦，好。两个肉，你先吃。还有，很好吃的。啊，那个捏抓鱼的卤鸡啊，那个有啊。不要去了，我要买很多巧克力，再带这些个。这就有冰了，要不要吃冰？哦，没有了。那这饭这里可以，再一口就好了，这一口就好了。嘴巴哪里破？就不要了。嘴巴哪里破？这一口就好了。这里破。再用这边吃啊。这里破。你啊。真的。很好啦、啊。都太晚睡了，快点早点。难过。有点骨头了。今天九点半就要上早关灯了。开门吧，离开。十点。没有，十点要睡着了。哭啊！对啊，我长大之后就哭。我说哎，你为什么？你小时候为什么要哭？啊，别人都不哭，你直接哭。啊，没有第一个。你为什么小时候就？对呀。就。现在不哭了。不要。啊，以后上小学呢，要不要哭？上小学。都是同学。一开始，的时候，小人都很早。玩溜滑梯，所以就不一开始不可以，现在可以了。好，现在。小时候也是可以溜滑梯呀、啊。看不到。阿公看你那个脸书都是哭。老师说不行。好、哦，不行哦。啊，你就是喜，啊，你喜欢溜滑梯，老师不给你溜，你就哭了，是不是？哇！哈哈哈哈哈！照个相。啊。两个姑姑就完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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